刚刚稍早在9:49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规模5.1的地震，那它的深度大概是68.6公里。那发生的位置是在宜兰靠近宜兰外海的的东部海域。那这个地震呢，造成的那个全台湾大概有半个台湾是有感的。那最大的震度是发生在宜兰市，还有南澳，还有头城，以及新北的双溪。那这个地震因为是比较深层的地震，那这个地区它的地震特性主要有分成两个，一个是浅层，一个是深层。浅层主要是因为那个冲绳海潮扩张，那深层的话就是因为板块隐没，所以是属于隐没带的地震。那因为隐没带的地震，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讲，隐没带的地震它的后续余震并不会太多。那我们估计大概在一天之内，也许还会有规模3以上的地震发生。不过因为地震的余震的数量不会太多，所以民众应该是不需要太过恐慌。那以目前我们收到的资料看，三级的震就是摇晃的程度大概都不到一秒钟。那台北的话，如果摇晃的比较严重，应该是民众位置是比较高楼的，所以高楼就会晃的比较厉害。